有水果桃都画完了。谢谢阿当，雨晴乐不是这样。今天要帮你娘准备便当吗？她不在台北啊。中午好。早安呐、啊！对啊，有五五。我也好想要看五五。那是因为我刚刚在忙啊，我刚在换衣服，我煮了两颗水煮蛋。你知道我的体重一直在飙高，我要就是减肥，哦哦，然后我要吃一颗，我煮了两颗，然后我要把一颗吃掉，然后一颗做成那个蛋沙拉，然后加吐司，等一下做给你们看，然后这是喷定妆的，我喷。我今天要去跟一个朋友的妈妈吃饭，然后呢，我发现我没有耳环，不是，它是定妆，保湿跟定妆不一样。但沙拉要减肥吗？你看看这个双下巴，发发，你看看我的下巴，欸、很厚哎、欸，怎样呢？真的越来越胖了，还是不要吃蛋沙拉，感觉蛋沙拉也很胖。怎么了？我要绑头发吗？谢谢马尔济斯，你变马尔济斯，你爸不见。我要绑头发吗？你娘问你给他的便当在哪里？然后呢，下巴真的是越来越厚了。算了，就直接吃水煮蛋吧。什么？你在那里？我在你那里，不要在我这里。现在怎样？我想要直接弄手来吃。烫一下我睫毛。谢谢你吧，你是。对啊，法法没带便当，没带手机，超好笑。这是蛋，水煮蛋。
什么东西？我刚刚说什么？你以为你有带？超好笑，超好笑。Hello， 卡了一根毛在上面。我煮了十分钟，结果里面还是没有到完全熟，帅！掉出来了，欢迎。昨天我娘就在我旁边发，然后我就说我很怕别人骂，叫我本名，她说我就硬要叫。走开！很好吃啊，啤酒蛋好吃。可是我还是想要吃蛋沙拉。来用一下好了，是好吃啊！我家泡面煮好了，根本没有泡面。谢谢爸爸。好。我们来去用蛋沙拉。我要去洗手。我刚刚东西都还没收，我很对不起，来不及了。妈说什么？我穿的是白痴猫，才没有嘞！猫咪就很可爱。我原本想说你吃两个啊，后来想说还是吃。插手巾都是角落生物。要把蛋黄跟蛋白分开。我刚洗手了。哎呦，我要我们的他怎么长得这个畸形的样子，对不起，但是你真的长得很畸形。然后先把蛋白弄碎，谢谢心情弄碎。我觉得蛋沙拉很简单，我是看那个有一个 YouTuber 叫鱼干，你们知道吗？一个女生，然后她教的蛋沙拉，还有我很想要自己做做看。对不起，有点吵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可是我只有一颗蛋，他弄了蛮多蛋的，我不想那么浪费家里的蛋。
啦。我呀，好疗愈哦，就喜欢吃这种东西。好，然后。对，他有出一个叫鱼干的鱼干，可是我没有买。蛋白卡还是没。然后要加，拿错。胡椒粉跟盐巴。把蛋黄也弄碎。加一些胡椒粉跟盐巴，家里没人，家里只有我，都放暑假，但只有我一个。耶！加自己爽就好，嘿。然后胡盐盐巴，不敢放太多了，我怕太咸。刚刚是那个甜不辣，不然煮太咸。忘记拿美乃滋。是台湾的还是日本的？可是他写的是中文，好胖哦！我真的好胖。然后一颗蛋一匙就好了，一匙。美乃滋，耶！好了，不要太多，很可怕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会减肥的。我真的是体重一直越量越高。像有些人用那个啊，日本的美乃滋的话，就会比较不甜，他们就会再加炼乳啊，或加糖。它一直粘在上面，像什么胶？做沙会加苹果吗？干嘛加苹果？这只是蛋沙拉而已，就是夹在吐司中间的那一个蛋沙拉。而且我家没苹果。我家的水果都被我吃完了，嘿嘿，超坏的，会甜甜的，真的假的？做蛋沙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我的早餐，像我等一下又要出去跟朋友吃饭。我昨天就问我娘，我娘说跟别的妈妈吃饭要穿什么，她就讲。等一下要见家长了吗？我就说不是，然后跟林杰前辈都这样看着我，超好笑，吓一跳，没那么快要见家长好吗？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怎么那么可怜？带生狗饭出来，汪汪。在做啥？蛋沙拉，等一下要加在吐司中间的。哎，美乃滋加的有点少，嚼不起来。
好像哦，可以加牛奶啦，这样子之后，然后可以依照自己喜不喜欢，然后加一点牛奶。对，牛奶。我吗？你加牛奶。我刚想要直接倒，倒嘴巴。可是我的蛋没有很多，所以就不要加太多。好，都好。今天是做我自己的早餐呐、啊，好大一瓶，就那个阿嘉挺好的，因为全部都我喝掉，全部都我喝的。我还在想爸爸给我的香菇要怎么弄，牛奶也拆罐的吗？什么是拆罐的吗？什么意思？中午好，我在做。蛋沙拉等一下要加在吐司中间，我要吃吐司，我已经吃完一个水煮蛋，牛奶加的有点多啊，算了没关系，只倒一点点，然后太多。中午好，妈妈那边有五五吗？我想要看五五。可以截图，然后标注我吗？拜托了，传给我也可以。想要看我，感觉很棒，感觉很好吃，现在就超香了，也没有到超香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它这个形状有点母汤，也不是说母汤看起来就不好吃，但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好吃的样子。为什么老师歌手？看起来很好吃，又看起来不好吃，到底想怎样？然后把蛋白加进来，耶！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加在卡三杯鸡，我不太吃三杯鸡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不太吃吗？因为我很懒得啃骨头，超肥的。但我可以啃鸡腿，因为鸡腿的骨头比较明显。蛋白好像有点大。好了，快好了。五五有在那个吗？妈妈台吗？我真的好喜欢五五哦，五五真的好可爱，希望我家的更可爱。好像要把它压烂欸，是要把蛋白压烂，才能喷到衣服。我今天早上就是突然想到，我没有耳环可以配，就是我忘记买耳环，有点崩溃。中午午餐的概念，饭呢、啊？你要自己煮吗？还是谢谢小雨？你要自己煮吗？还是要外面买？
我啦，我都吃饭啦，因为我爱吃饭。吃外面的，还有你的便当吗？今天不会，今天没有。吃外面的，我当然都吃饭了。你就饭面水饺选一个啊，我都这样，那我永远都选饭，问我不准。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面，嗨，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面，但长大之后发现我比较喜欢吃饭，因为面太麻烦了，面还要，就是面还会一直喷到脸，所以我不太喜欢。然后我嘴巴又漏洞，就一直掉下来，一直掉下来。我怎么那么难压？我刚有一块好了，结果手好酸哦。弯弯，对不起，让你有点痛。假的，饭比较有饱足感。谢谢柠檬。对，好像饭比较饱。来吃吃看哈，虽然蛋白我真的压不烂。还不错，有蛋的味道。还没大学就这样，我还没有老丁老人痴呆好吗？不用害怕，我还没有老，我的骨头就跟老人一样。救命啊！可我怎么吃起来有种茶叶蛋的感觉啊？茶叶蛋的味道的感觉。想吃，大家可以动手做做看，然后可以拍给我看。搞不好你们做的比我好。好的，你把东西洗一洗。真的有种茶叶蛋的味道哎，不知道什么。我妈都说我是老人家，头不好。你这个老人家给我弯下去！拉筋的时候，我下不去，我卡住了。有小，能跟我坐在一起，喜欢这么烂，超烂的。二十再讲。你还吃午餐？什么东西啊！我那么任性啊，烦死了！才没有任性，我只是说我想看，不看就算了，怎样？哦，我踢到。我哪有任性啊！不要就不要嘛，奇怪欸，不要拉倒。拿个吐司。哎呀，很多人都笑我家的门，很像古老似的。看母母，母母，你们家有狗狗吗？哪有派啊，他才派、欸、他最派、欸、他是坏蛋，
我想要直接放在桌上，手真的不够大。厨房地板是厨房地板铺满我家狗的尿布，然后刚刚踢到，一直踢到，很摔死。我才没有说我娘派哦，我刚没有指名道姓，我刚只有说他。头像在指我看，好可爱，我是贵宾哎。贵宾好像说很聪明。就是牧羊犬那种的也都很聪明，贵宾好像也是前几名这样子。算你的，太害草莓酱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。我听见人放下的竹声响起，我不记得谢是你给我勇气，让我能走回我自己。哈士奇比较强，哈士奇真的是反萌，反差萌，很好笑。先泡着，等一下再吃。谢谢洛洛一笑笑。我家的乐乐就会挡住我的电风扇啊。然后弟弟超怕冷，所以他都会跑到我房间避冬。因为我们家24小时都开着冷气，就是客厅的冷气是24小时开着。表情，满分的表情和零分的心，他们就很好笑。好好，什么好好，冷死了。而且我今天早上还没起床，然后发现弟弟跑到我房间。所以因为我的门就变开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我先拿回去。他会开门吗？他好像会开我的这个门把，因为我的门把是横的。然后干嘛关门？热门把是横的，好像他就跳一下就压下去。你知道家里昨天有一只停在我家阳台那边，然后他就一直都不动，然后但是我们连抱狗到他的面前这样子他都不会动，然后后面好像睡着了，我们觉得应该是他累了。那么简单的事情难不到再猜。还有旁边给你们看，多累。我今天会起来是被他吓醒的，我很怕他刚大便完然后就跑到我床上，我就吓起来，吓到跳起来。好，哈欠怎样？
好吃，超不屑的、啊。这个没有肉味，他不会想要吃。发发发发永远被收买。养子，没地方给他养，他都在宿舍种香菇了，他有地方养吗？到时候他养的狗上面长香菇，好吃，超好吃的。早餐，他应该会说：“你先养活你再说，养只你也是可以的。”哎呦，这脚卡住。第一餐就叫做早餐呢、啊。对，跟思雅一样，为什么？哪有？我很挑食，我也很常就是三点才吃早餐那样。连物道老师都有吃我的便当，那时候吃发发了。对啊，我这边有一颗痣，好饿，笑笑，这人好。哎、欸，大家真的可以自己做做看那个、欸、蛋沙，真的超好吃。一颗蛋就可以塞一个吐司，之前没有注意到，是因为我这颗痣其实很不明显，但是它其实要就是近看一点是有的，然后现在就是自己点这样，罚款起床。是是是，难怪，嗯，下次你一看我应该会，我也会点，你感觉点的比较好看，对吧？还是不要点，谢谢莎莎。发发，请动起来。哎、欸，我刚骂他，他说没听到。
张爸爸起床。你是理发去哪儿？曹家就是。我刚自己做了蛋沙拉，然后加吐司。一直叫学学。睡觉，要梦到我。哎，叶朱里恩。我等下两点应该会，反正播两小时之后应该会准时关，因为等下要去忙。今天会是一场战争，救命啊！我今天超赶的，但我不跟你讲，不能跟你们讲，反正东西都挤在一起。真的假的？我那么多次了，都没注意到，可是感觉播了更多次。我洗个手，对不起。你们看一下弟弟。我是贝壳，我是贝壳，你有红勾勾，对。你还是没红勾。红勾的意思是50次都有跟到吗？是意思这个意思吗？
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胖的原因。根本次数太少，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是多少。49场，你差一场，不是落架好吗？这是一般的牛奶。没有，没关系。没有，没关系，就给我急。推胖你。我之前小时候很胖，然后，有一个帮我从小到大都剪头发的那个阿姨，然后她就都会叫我胖妮。我还不知道哎，谢谢夏夏，嗨，季风亮。我想说落剑。为什么他们两个的名字要弄反的呢？弄反的很烦哎，这样子大家都会搞混。胖你可爱，太胖了啦！可以啊，反正我会变瘦的。嗯，因为卢卡的时数比较多啊。什么粉丝？你叫胖妮？我很习惯吃完东西啊，或者喝完东西，都一定会用水漱口。你要当胖妮？你可以当胖晴。哦，对了，讲到这个，我很想要问，就是。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问过你们，就是什么阿晴啊、阿正、阿六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阿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说话哦，我没有乱说话。我刚什么都没有说，不要乱讲。那个啊是什么意思啊？像我妈之前发了一个啊情，可是我看不懂那个啊是什么意思。她把我当电视器材了，她只是想要把我当沙包吧？就叫啊这样子吗？我才没有！不要乱讲话！不要乱讲话！哦。这样我真的会被杀掉。不要跑去我妈那边投告状哦，谢谢。想要剪一下刘海，不要啦！干嘛？怎么了？好可爱哟！听着。不要转达。
你先离开了，你要去哪里？好想当弟弟。当弟弟常常被我蹂躏欸。我没有啦，直直走进宿舍，横着，而且还不是他扛，是别人扛的。来吃饭，好，要不要？还说我胖？我才没有说他胖。反正就说我要当变态，就是我就说我要当变态，我要摸你大腿，然后我就拍了一下，然后他就说你摸，都给你摸，然后手超冰的，我只是要暖我的手，有手，那时候教室超冷。谢谢笑笑，你还跑回来送。我以为，为什么要大腿？我手就很冷啊。忘记丢了，我可以帮你从宿舍扛出来。你们要先查宿舍啊，不要乱漏说好吗？谢谢虾虾。哦，讲到这个，我那时候下大雨，然后法法没有伞，那因为我跟法法还有杰星还有熊妹一起去吃饭，就回家的时候，我们要还没离开那个餐厅，然后就下大雨了。你们想说？哦，就是只有我跟熊妹有带伞，然后熊妹就不顺路嘛，所以我就把法法送回宿舍，然后在送回宿舍的路上，我就走，我就很认真看手机，结果他就突然一直把我往前推哦，我说你干嘛？因为那边很多蟑螂，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跟你们讲过，反正那边就很多蟑螂。然后我就说怎样，你踩到是不是？我好像有讲过，但是我才讲那一次。我说你踩到是不是？他就说不是，是你踩到。然后我开始大叫。昨天有，对。然后开始大叫，我就哇叫发发，叫发发，然后就拿雨水坑，拿雨水坑那个洗脚，超好笑，洗鞋子。我这边一直跳出讯息，谁叫我要当地头主？不行吗？超水逆的，我那天鞋子全湿，然后他那天还穿着我妈的鞋子。然后说不要跟他讲，说不要跟他讲。果然水逆，超逆的，我娘的鞋子，布鞋。好吧，这拿我没办法。怎样？我怎么样了？
不要啦！不要这样！你真的是会害我灭口哎、欸！下次迷你康车直接看不到我。太可爱了，很难拒绝。没关系，反正你已经毁尸灭迹了，不是吗？没有，发发说他没有讲。什么台妹？我才不是台妹，我要被攻，然后清掉了。对，这次。我就说我为民除害、欸、我刚刚讲什么、啊、我刚刚好像讲什么然后忘记了然后哦，那时候回去我就算完法法，然后就回捷运站，然后就那边只有一条马路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那天很穿得很像我娘的人，从我旁边正旁边经过，然后就一直回头看，然后呢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，然后过没多久，法法就说他回来了。然后说搞不好真的是他，然后法法就说附近也有住一住，就是附近住着一个也是长得跟我娘很像的人，就是连就是穿着都很像这样。那多踩一点，我才不要！就用那个枕头。感觉他会做的事情没有了，复制人气气，然后他就说怎么可能有人跟我长得一样漂亮，超好笑。有被认出来过吗？有啊，之前杨璇有认出来，那时候我跟法法，但是我们两个是站在那边等我妈的时候就被认出来，这样其他时间都没有。要说不愧是我老大，谢谢若日一笑笑。不要，我要绑头发吗？真是。那都放麻烦了。嗯，我妆好像都太浓，然后我娘就说你妆不要那么浓，绑，我怕我绑很丑。玩笑说。绑个马尾，绑马尾吗？
有什么错处可？可是我很怕我的送菜吧。怎么那么麻烦哦？当主头不要啦，各种手摇摆。包包头不会绑，不会绑的乱。这个要求救，求救我娘！我真的是不会绑头发的人。啊，夏夏不是要跟我要祝福吗？然后结果他就走掉了。我等一下唱吧，然后大家再拍给他。对啊，我刚也突然忘记，我刚都在吃东西。I'm so sorry. 他也不赶快提醒我一下，他就跑掉了。记性也不好了。后面头发乱。他等下回来吗？如果要回来的话，就等他回来，不然这样怎样？有人要是叫他一下吗？唱完再走。啊，刚好了，刚好了，好乱。好多猫咪衣服，我猫咪衣服有四件左右，昨天刚好在算。然后还有鹿啊、兔子、恐龙，嗯，差不多就这样。结果是养狗狗，对啊，因为家里不可以养猫咪，像我姐有一只猫猫，小虾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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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为什么不可以养猫咪？他们都比较怕猫，他们觉得狗比较好相处，可是没有，好不好？柴犬跟猫咪其实根本就没有两样。对啊，最近。DD52，他们都开始投票了，赶快为他们加油！嗡嗡也在里面，小琴前辈也在里面，嗡嗡加油！
黑妹弟弟还在哪里？对啊。先去午休了，好，拜拜。嗡嗡，我也好想他。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还不要剪太短，我剪一下我的刘海，等我一下，啊，太长。下星期播星期几？11、12的样子，我看看。我会等他回来的。对，11、12，然后时间都一样。11号是12点到1点，然后12点到1点，然后12点到1点，然后12号是2点。网络不稳，刚好错过你生日，没关系啊，还是可以帮帮你唱啊。你只有平日中午能看是不是？什么松了一口气呀？不可以，要看我。可是这样子，嗯，我不想要在假日播。可是平日晚上播好像有点太累。中午要午休哦。看你要牺牲，真假的？所以你现在都不睡觉，然后看我是不是？你太爱我了吧，小 map， 你是进来第三次了，虽然我刚都没有叫你。虾虾，哎虾，我刚才唱完生日快乐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，那我来唱一次。啊，你也不提醒我一下，我记性就不好嘛。再唱一次，再唱一次。因为我觉得你不会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，然后就先唱，想说如果真的没有回来的话，他们就录给你。还有人要生日的吗？跟林同一天生日，原来第一次吃饭吃超快，吃那么快干嘛了？好了，预备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快乐啊！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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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祝小易跟虾虾两个生日快乐！要到长大了呢。先去 B 组代位，帮安代位，然后就感觉就感冒了，翻血了。有这声音的天，真假的？不会。11号才唱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再唱一次。也邀请多多指教，谢谢小虾。我今天这样妆会很浓吗？我是不是平常会太浓？
因为我只会被我娘说我妆很浓。谢谢小妹谱，谢谢夏夏。小A，你说什么？结果我昨天发那篇文，然后大家还不是一样说什么超级可爱啊，然后只是没有可，只是不是单纯可爱两个字而已，超级可爱，太可爱了，更可爱了，这样还不是有可爱这两个字吧？你们真的是，我想有创意，创意一点的，来看看现在大家回了什么。现在回普通，哎，不可以。那个不是灰色的啦，白痴，没事。那个是咖啡色的，浅咖。太可爱了，这个脸不错看，很适合，超可爱。更显眼了，像外国人型娃娃，是咖啡色，我没有派，双下巴不要，等等你没有哈，谢谢你发几次，我看看，哎，Happy Love， 你还这给我回普通。卢卡真厉害，运动会都第一名。真的是体育专家，我体育真的没，不行，不行是什么啦？唔通，袂呢？哒哒哒哒哒。我很喜欢玩梳子，就是这样。回了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可爱。好酷哦！你做那个牌子，我现在才看到了，对不起。你好的牌子，我看到你现在才看到你发文，这是亮晶晶你，对啊，偷看直播超抖的，拜拜，生日快乐，我音最强，我呢不是要加推我。小儿子给你，你再看一下，好。我以为你们会，就是，我发现，就是现实回的人越来越少。迎明晶，比亮粉还亮，有一点呢、啊。啥东西？就是发现大家越来越少回，越来越少在回现实。这样还有觉得发的没意义。我都是用这一个，然后上亮片的，像 mini concert 啊，我都会上。可是今天我不要上太多。
对啊，你都很少回。你都有回，应该吧？好像都有。等一下要出门，对，我等一下要跟一个朋友的妈妈吃饭，然后这个朋友是因为就是他，气死的，就是他是一个生病的，我朋友是一个生病的人，然后最主要都是我在照顾他，然后他们家最近爸爸开刀，然后就想说。就是反正都到台北了，那就顺便约我吃饭这样。那我们今天要回去。我觉得照顾病人真的很不简单。自从我开始照顾他之后，我突然觉得，嗯，我真的是蛮厉害的，还可以，就是。还可以照顾人，就是会让我觉得说我还有能力去照顾别人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谢谢分享。虽然有时候我会自己被他弄到崩溃啦，因为他其实我朋友的年纪比我大，然后但是他现在的想法就是他是失觉失调，对，失觉失调，然后他的想法就会比，就是他现在的想法可能就会比我还要来的，就是年龄还小一点，会觉得自己突然变得游泳。我之前被他有两三次被他搞到崩溃。其实我觉得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也自己也很，我自己那时候也不太开心，然后就又要处理他的事情，可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很没有用，什么都帮不上忙，而且他离我很远，就是需要包容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照顾人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就会让自己就是有一种哦，我可以照顾人耶，我也蛮厉害的这样子。虽然我通常都只想要被照顾啦，超废的，就是冷啊。我会把你推下，没事。然后只要有能力，就会感觉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嗯，不过我那时候还在问法法说活着到底要干嘛，其实我还不知道。谢谢你发提示，因为最近太忙，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。我刚刚怎么没有说？到现在也不知道答案，嗯，就是一个很迷茫啊。我真的超迷茫的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就算现在在 TP 里面，我可能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。我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就是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没有被看到，然后就会蛮难过的。当初就是梦想啊，就是梦想啊，但后面就是我觉得得到了自己梦想之后，你可能就少了那个目标，我就会，因为我原本的目标都是达成自己的梦想，然后达成自己的梦想之后，上面就没有目标了，就会觉得很迷茫。可是我现在的目标就是生生世生，可是我一直现在在生生世生之前呢，就是一直觉得说我的努力好像一直没有被看见，
的感觉。你看到现在绑马尾，我的头发被很乱，还有点想拆掉。身高跟身材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要长大。到现在，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任性了。我才没有任性嘞！吵死了，我真的有够吵的。我觉得我平常都太害怕，就是太害怕表现自己，都会觉得说要先让给别人啊，先让给谁谁谁啊这样，但其实根本不用。你越浪的话，你就越没有地位在那边。一开始浪太多了，你自己说有时候吃的时候不喜欢多人，笑死，好啊，很有梗，很有梗，我接受。昨天会成为大叔，但是很多人都说我越来越好的状况，就是状况有越来越好，然后舞蹈也变得很厉害这样。然后杰星也说我唱歌就是越变越好。我觉得就是身边多了一个乐天派的朋友，真的是差很多。有啊，我有啊，但那时候我还很怕。那时候还很怕，然后我妈就帮我讲话。你算什么派？什么派？苹果派、Maple 派，还有什么 Apple 派？午安，羊奶，嘉欣小羊。我刚刚讲到什么？突然忘记。立定跳啊！汪汪是立定跳，我觉得很好笑哎、欸。就是我刚刚说身边多的法，我觉得我身边多的法，我的想法变得很不一样。就是我身边多的法之后，我好像就会比较快乐，因为我很喜欢讲废话。然后之前会一直很不开心，是因为就是放暑假嘛，反正家里没人，然后就会觉得说我想要讲话，可是都没有要陪我讲话，然后我平常又不可能去乱我妈，然后就会自己闷在那边，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讲啊。我平常有讲话就是直播了。你不太喜欢讲废话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吧，因为我很喜欢，我其实很喜欢讲话，但是因为家里的关系，我妈都会叫我闭嘴，不准讲话，然后就会变得就是很压抑自己想要讲话的心情。
有啊，但是他不一定会回我讯息啊。你蛮喜欢讲那个啦，冷笑话啦。我原本妈妈就很凶啊，我原本妈妈比七七凶欸。然后前阵子我跟一个朋友吵架，然后就原本跟他都是跟他讲，然后就瞬间失去了那个朋友。然后就后面就什么都没有讲。完蛋了，气才不凶，脾气最好。午安，我原本就很凶啊，但是为了要在这个团体生活，我不能那个啊，我不能凶啊。你脾气好吗？应该蛮不错的吧，可能啊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摩羯座原本就很凶吧。虽然这样说很像刻板印象，但是摩羯座真的很凶。三崎生，我觉得三崎生进来的话，我会。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，很常见到，还好吧，我不知道哎，我还没有想过是三崎生进来会怎么样。我才没有可怕嘞，我不太喜欢。大家觉得我很有距离，大家觉得我很有距离的话，当然有距离啊，奇怪。我刚要干嘛？哦，选歌啦。我刚要跳别的歌。但是你以前没有可爱，又凶又可爱。一瞬间截掉糊掉你，你们都喜欢一直截一直截，小心手机没空间。心里没脾气最差的，没关系啊，我脾气很差。我也是二喜生里面脾气最差的吧，大概吧。有时候会忍受不了自己旁边的人，我觉得讲就是可能一件事情讲太多次的话，就会想要生气，可是又不能生气。欢迎小熊熊巧巧，喜欢我的话可以追踪我，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我是 AKB48TP 的二期研究生，今年15岁。我是林佳妮，请多多指教。搞不好我的脾气都还比你差欸，不觉得啦。想要接到妹妹的我，这样给你接。哎呦，问霞霞，好，很大声。我发现浪的收音蛮好的，旧梦一场，开始可以啊，来吵架，然后旁边就这样，谁被请出去？谢谢艾文，
我很喜欢听。我忘记那叫什么。有点忘记那首叫什么，我懂那个感觉，你们听可以被捏是真的吗？我那时候有捏。下雨天，对对对，下雨天。夏天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有点忘记怎么唱。我找一下歌词，那我们来听那首好了。你来跳，我来这边。唱歌好听，谢谢。想试试看，来试啊，都来试。下雨天我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。为什么失眠的声音？变得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的雨滴。虽然我们越来越沉溺，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？爱上你，我总在学会。滋味，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雨要多大，天要多黑，才能够有你的体贴？其实没有我，你分不清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明显。别说你会难过，别说你想改变。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中午好，谢谢分享。喝水，我的水里面有。不用道歉，你们都不要道歉。谢谢露露一笑笑，你狗狗好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，谁和我一样？等不到他的谁，爱上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，一个人撑伞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雨要多大，天要才能够有你的体贴。其实没有我，你分不清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明显。别说你会难过，别说你想改变。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你不要道歉啊。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雨要多大，天要多黑，才能够
其实没有我，你分不清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明显？别说你会难过，别说你想改变，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淡淡的哀伤，欢迎龙龙。我跳回去日文歌，你们应该比较喜欢听日文吧？拉麦什么？旧梦一场吗？好。哎，早知惊鸿一场，何必情深一往？昨日人去楼空，泪微凉。当今人人奔强。甄选成功是靠什么？我有 freestyle， 我觉得是应该是那个吧，可能吧，因为比较看舞蹈。副歌。有啊，可是我 freestyle 很差，我超不会 freestyle， 就乱跳。何必情深一往，昨日人去楼空，泪微凉，道不尽人缘本长。我一直唱错。有啊，我在看着歌词。我其实 freestyle 里面最烂的，可是每个人可能只有我被 freestyle 吧，因为我问其他人他们都没有。几次人手花花，他日总有不忍一世情长。这首歌很适合，就是 KTV 去唱，因为很嗨。旧梦跟梦一场，早知道是样，像梦一场。为什么你不在？为什么你会回来？夏天的风，我永远记得。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，现在找歌给你们听。旧梦我还真的没听过，我先听梦一场。夏天的风好热，焚风我们都曾经默默耳边对方承诺，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太阳热爆还有多
久。我们改变了态度，而接纳了对方。我们委屈了自己，成全谁的梦想？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人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不要把爱放一边，对，真的。因为我不是说我喜欢吃醋吗？然后就因为我就这样子，然后跟我朋友，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跟一个朋友比较好，可是他又跟别人更好，然后每次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人，然后就会觉得不开心。不会的，你可以把爱都放在我这边，没有啦，你可以放在卢卡那边，我会叫卢卡好好爱你。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策马尾，策马尾不是我。疗伤。我之前绑过策马尾，但是你们没有看过，就很不适合我。说好不要放在同一个地方。你有卢卡、阿潘，先这两个来，就没有同一个地方啦。一个，两个，两个。看起来很烦吗？还好，我还能接受，因为我也很喜欢用表情符号。我们来听旧梦。充电炮什么东西？把那个绑上去，另外绑上去。好久之前的歌感觉、啊，我都用 iPhone 那一件 ，iPhone 那一件有一个崩溃的表情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也真的很久之前的歌呢。大声，那个车声，因为它这边路很宽，然后又没什么车，所以这边的东西。就会很大声，就是车啊什么过去都超大声，回音超大。因为下眼袋。拿那个弦，
看起来很像，听起来啊，很像什么可以伴舞的歌。那我不要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我竟然还有直笛啊，还是长笛 ，freestyle， 不会，绝对不会在你们面前 freestyle， 感觉我很想跳，没有啦，日文歌吗？什么日文歌？就是老歌。超乱 ，rap， 因为口齿不清，所以我唱不太了的 rap。你有 freestyle 吗？不知道多久之前的梗了，没有，耶、yeah。要唱日文歌吗？我不会唱日文。难道要唱之前那一首吗？好きなんだ。ハッシュタン好きなんだ。僕はつぶやくこの胸の熱い気持ち。SNS 上げてみた。但是我找不到我的 WiFi 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的老师就是硬气。好的。好的なんだか恥ずかしくなる。ハッシュタグ好きなんだ。僕はつぶやくこの胸の熱い気持ち。我没有看。钓虾达人是这样。Yes and yes, I'll get me to料理の写真ぼんやりと誰かの影取り気なくなった思い。又要学日文吗？我很努力的学，可是我一直都记不起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就是在上班，老板来了也没关系，偷看直播也无所谓，看人家你有完全没有个押韵，你一点单押都没有。我现在在直播，现在直播没有东西可说，是什么东西？现在直播没有东西可说，你别再啰嗦，我怎么真的憋不下去了，这都下过了，我记掉了，不是有会弹舌吗？这样，我觉得超吵。我现在直播，但是无话可说。我现在关播，但是又想啰嗦。我还没有关播，你不要在那边乱说。三分踢住点，七分可怕点，其他九十分我无能为，我没办法。我就超想。很晚。大家还要听什么吗？太冷了，太冷了。谢谢人好。有点吵，有点吵。听我唱。
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我唱歌。我真的很喜欢一首歌，叫做《夜莺》，不知道你们听没有听过。夜风里散落在月下的樱花雨，是华丽变化时的悲伤旋律，只剩刹那繁华中盼不到天明。你会以为一世旋律。对，面面说的。夜风里散落在月下的樱花雨，是华丽变化之的悲伤旋律，只剩刹那繁华中盼不到天明。一回一回一世绚丽，肆意飘零。月之花期云度的细雨，从屋檐上滑落，沾湿了孤寝。树梢或许被尘埃惊醒，在风月纷扰之时掩饰眉心，烟波一缕，孤寂的夜影，在转瞬即逝的绽放后凋零。当初落雨，任一夜红云，且笑看此别红尘几番真情假意。无能够再去寻，当风徐徐撩动七月衣，雨让花枝摇摆不定，催促着我随风远行。夜风里散落在月下的樱花雨，是华丽变化之的悲伤旋律，就算刹那风华中盼不到天明。一花一蕊一世绚丽，而肆意飘零。他不在，你说你会饶舌，结果只是弹舌，你欺负乳舌，这会有报应，吃饭咬到舌。好好的，整个冷气摇曳的风铃，像惨似柔情却无物的言语，胭脂铜镜放出一株雨。呜，敲门敲同学，真假的？身披星斗，软弱相遇，情在破晓后的黎明，将情歌当作是幻境。夜风里散落在月下的樱花雨，是华丽变化。哎呀，看错段。我以为奋不顾及而为你飘零。这我第一次唱后面呢、欸。谢谢周岩，我要翘班。好想咬嘴皮。月下的樱花雨，是华丽变化之的悲伤旋律，就算刹那繁华中盼不到天明。一花一蕊一世绚丽，而肆意风流在月下的樱花雨，是我与你离别的悲伤物语。如果此景可以占据你的记忆，不用以为奋不顾及而为你飘零。妈妈最收便当，哈哈，她现在有说吗？后面的小猪很害羞，涨红了脸，不是靠手指在装手。还有大猪哎、欸，猪，猪猪，猪猪猪，猪猪猪。我是猪猪还是兔兔？我属于猪猪。我属猪猪还是兔兔？我翘班，因为我是只狗，单身狗。狗狗都可以随便的翘班。娘，
哦，汪汪，我再汪汪一下，我是他先当。他吃醋了，没有了。他说，他那时候就说我要发一篇，你给我拍照一下，我要发一篇我的便当的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说哦好，然后就拍，然后他就说，我根本就没有说要吃，然后硬要发这样。薪水小偷就好，干嘛跳板？我们还当不了薪水小偷哎。很喜欢那种日系的中文歌。下次偷偷给你想给的成员，然后等一下吃饱。哦，衣服真的很难，差不多可以下班了。我还有7分钟，刚刚好，才6分，6分50秒。而且门牙是歪的，它的线是对在这颗牙齿上。好想戴牙套。想啊，到底要干嘛？好，听一下。卡塔奥莫伊，过来锤锤。唱歌，唱歌。大家都进入上班模式，要不见。对，是吉他，放很久啦、啊。但我不会弹，不是我的，那不是我的。不换。巴达，对这个字。我来看要唱什么，也快结束。不会，我不会唱。たった一度のたった一人の生まれ
我找一首送你，最后一首，然后就这个少一点天分。阿基，什么阿基？阿基，什么？小伤痕，痛几天就愈合，依旧还能活着。嗨，笑走着，哭几回就忘了，就过了天空黑了。还醒着，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伴着。唱完这首，借用成的不是爱，而是沉默的孤单。哦，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。总是要耗尽眼泪，痛心的伤了一刻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。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。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谁晓得？唱完了我就念吧。小丑人风几天就愈合，依旧还能活着。小挫折都忘了，就过了天空黑了，我还醒着，孤单总是会在这不离不弃陪，最忠诚的不是爱，而是沉默的孤单。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。总是要耗尽眼泪，痛心的伤了一刻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。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。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谁晓得？少一点天分，紧咬着忍着痛再往前走，是否只有我终究学不懂？爱情变陌生，错过再错，是否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。总是要耗尽眼泪，痛心的伤了一刻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。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。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谁晓得？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爱上了一个错的人，谁醒着？耶，念完，谢谢大家。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，所以才跌跌撞撞满身伤痕。
总是要耗尽眼泪，同情的伤了一个，才知道什么要割舍。原来我妈关播，难怪那么多人过来。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，错过了一个对的人，谁晓得。好，第十四，老板在后面，原来第十四名信婷，第十三名法法，第十二名阿 Kira， 第十一名小易，第十名仁豪，第九名泥巴祭司，第八名柠檬破音，第七名 Map 小 Map， 第六名落日一笑笑，第五名阿当，第四名艾文，第三名朱里恩，第二名小雨，第一名虾虾。太激动，耶、yeah， 谢谢大家。那我赶出门了，大家祝我幸运，大家祝我今天顺利，拜托。清唱 cover 我觉得可以耶，你刚就在这，我知道。非常小心，我要去跟一个朋友的妈妈吃饭，不要踩到蟑螂，是不会啦。胜利，我超紧张的，然后我还没有耳环可以戴，大家救我！什么事吗？我觉得可以耶。因为你唱歌蛮好听的，不是啊？那我平常就是突然跟别的妈妈吃饭，很可怕哎、欸。好了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你。拜拜，下次再陪你们久一点。拜拜。你干嘛吃？吃吃吃。